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光头哥。同行拿过来电脑啊，说一定要把它资料保住。这是一台 MacBook Pro 15寸 A1990 电脑。这电脑有个通病，硬盘容易短路，两次主板也容易短路，两边是进风口啊，这都是在积灰了。接下主板来看一下。这主板左侧都是灰。机壳的灰我们已经清理干净，主板的灰也清理好了。同行说这个资料很重要，我们能不能保住呢？测量一下主板供电，这供电已经短路了，看条线。拿出我们的红外热成像，就这位置已经短路了。组织恢复正常，把主板装上机壳。螺丝全部固定好。螺丝再次固定。盖上后壳，插电，已经升压了，跑马了，屏幕亮起来了，资料也还在啊。电脑我们搞开机了啊，资料也在。苹果笔记本问题，关注光头哥，拜。